小水流去增加它的口感。一边冲泡咖啡，一边讲解咖啡冲泡手法。彰化市公所邀集近20家人气咖啡，在市公所前广场及周边摆摊，让客人亲近咖啡。70岁老建筑秒变咖啡厅，感受浪漫氛围。跳脱以前那种就是比较传统的那种活动方式，我觉得蛮特别的，而且蛮舒服的方式去有很好的体验这样子。我们利用咖啡来行销这个城市的古典古迹文化的轨迹。音乐结合咖啡，每个摊位各有特色，像是这个加了蜂蜜的咖啡，风味独特。除了咖啡，咖啡渣也可以拿来制成各种民生用品，像是蚊香、手工皂以及燃料棒。透过业者们的解说，拉近人与咖啡的距离，可以让大家喝到咖啡的时候可以慢活，就是可以让大家 不一定每天这样子快生活，也可以边喝咖啡可以步调慢下来这样子。一方面也就是共襄盛举嘛，一方面就是台湾的农民确实是需要得到更多的照顾。我们在店里有些都在巷子，很难让人家发现，那因为走出来之后就更多人会来这边消费，然后知道咖啡的烘豆啊到煮的过程。彰化市长林世贤表示，市公所前办公厅舍屋龄刚届满70年，期待借由咖啡嘉年华活动行销城市的历史文化，提升广场空间使用率。新唐人亚太电视叶吉宏台湾彰化采访报道。